今日系火箭队 MCO 两年之后第一场超过150位嘅呢个场面，今日虚心到笑炮奖，最少当个拍手奖，俾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各位兄弟姐妹，今晚非常的难得，这是雪球火箭呐、啊，在经过两年 MCO 过后，第一场真人见面，一萨芬纳的这一个千人宴，宴开150桌，疫情当下非常的不容易，全场爆满，这是大家人民的支持，也简直再次的证明了行动党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的精神，没有人民就没有火箭，火箭精神就是与民同在。谢谢，感恩大家的支持。对，下个礼拜就是拆灾节，我刚才从怡宝一路走来，老怡宝谋早宝一路走来，来到这里感到非常开心。为什么？下个礼拜你看到南北大道94个收费站，110条路肯定大塞车，因为哈利拉亚 ID53。但是我从怡宝来，第一样东西感到高兴是什么？就是因为还好有西门政府，我的这个豆啊省了28仙。过去呢，怡宝的修波26块，现在只需要给21块。所以有换政府，有换政府，好政府有好康，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从一路跑来，整天在街上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惠民政策。今天全世界油价暴涨，你去新加坡打油3.9块啊新币，乘311块，但是在马来西亚在4毛月打油，顶价润95，2令吉05仙。为什么这样便宜？这要特别感谢西蒙政府，因为当时换了政府之后，林冠英做财政部长，我们决定稳定国内物价，遏止通货膨胀，使到了全国油价顶价定在20.05仙。即使现在全球油价暴涨，全马来西亚人民还是打便宜油，感谢西蒙政府。如果是国政之政，一拜就全唱了咯。你每个星期三啊，还记得吗？过去啊，2018年换政府之前，国政之政的时候，每逢星期三，你不管是消费多纳还是贝多，每个人呢 就到处排队听这个收音机，看油有没有起价。每逢星期三就要吃金风伞呐 可是换了政府过后，今天马来西亚成为产油国，我们相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呢。除了南北大道减价28仙，全国的油价也定在2.05块啊！这些如果要不是喜来登政变，当时我们的计划已经规定1年减28仙，做一届政府5年，1年28仙，5年180仙，南北大道全面废除收费，免费给大家过路。当时做不到，是因为有青蛙跳，这里跳那里跳，跟什么跟吸力，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现在随着西蒙跟政府制定了这一个谅解备忘录，6月7号，目前首相组已经同意，6月7号召开特别国会，三读通过反跳槽法律，让所有的政治青蛙送去四毛院富贵参将。还我民主精神，让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要不是西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们相信反跳槽法令始终无法见天日。关键就在于我们愿意为了大局暂时和首相伊斯麦沙布利签署这一个 MOU， 关键就是要逼他通过反跳槽法，制定确保国州议会所有的人民代议制都能够尊重民意，铲除政治青蛙。当然西蒙的这一个执政虽然只有22个月，但是呢制定的惠民政策是多得不得了。很多人说
哎呀，谁做政府都一样。各位，我想问大家，罗斯巴跟林青霞会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怎么能够说谁做政府都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大家齐心协力，一人一票，我们怎么可能看到油价定在205，南北大道大减价？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今天那些那些一个一个排队上法庭？甚至于今天已经证明了，无论是高庭还是上诉法庭，都已经证明了那些偷人民的钱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所以各位，我们相信西门的这一个政局，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我必须让大家知道，当时虽然时间短，只有22个月，但是西门政府的惠民政策刚刚开始，就好像现在开车一样啊，安静刚刚上不了，还没有进到5号街、3号街，突然间就给人家抢车，家里进贼给人抢去，然后要 lonely go stand。 但是我们相信2022年如果举行全国大选，我们现在希望全国人民，尤其是什么业的兄弟姐妹，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因为我刚才听议长啊，这个瑞林同志告诉我，什么业西门已经同意由火箭上阵，好，让我们一起壮大行动党，人民当老板，好不好？所以我们相信，过去呢，什么业很多同志都希望能够看到有火箭行动党在这边为人民服务。这一次，请大家能够跟我们并肩作战，站在一起，风雨同行。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些政策，不只是乱95顶价，不只是南北大道大减价，是毛约这里靠近嘉义，当时西门执政啊，我们执政22个月，也有一些人说，哎呀，你们做政府，为什么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哎，不是不做，别胡做，啊，慢做，冷气做，但系呢，都走得好多。我其实今晚准备了，最少啊，当时我们做了60样的惠民政策，只是来不及说，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能够给我们5年，啊，会有更多的惠民政策带领马来西亚重新走上正轨，重新再创辉煌。我告诉大家，除了刚才我说的几样，今天如果你看到离开这里不远的嘉义经济研学院，也是因为还好有西门，我们才真正的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落实全国独中制度化拨款。如果要不是有林焕英，要不是有西门，有行动党，独中要获得制度化拨款简直比健忘与传承还要难。但是因为人民敢于换政府，我们短短的2年不到，独中拿到了2700万，每一天中央政府给了450天独中，450天，州政府还给500天，每一天给500天。而且我们跟国政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讲到做到，人未到钱先到，每一年都是在华人大年初一之前啊，就由财政部长林焕英亲自到场宣布。好，让我们以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行动党新任秘书长陆兆福同志。马里拉基格巴里干德巴丹格穆隆要把这小沙中的比格班山收到的安德尼洛。途中华社三月拨款全部都是讲到做到，人未到钱先到，不像现在我们从啊圣诞节等到农历新年，农历新年等到元宵节，元宵节等到情人节，情人节等到现在清明节，拨款途中中央政府的拨款是路易斯伯啊，一分钱拨款都没有看到。当时西门政府执政，农历新年前立刻人未到钱先到，除了给独中1500万，每一年哦。第二，华友的华社三院经纪人
长江、南方，每一天200万、3600万这样的制度化拨款，讲到做到。除此之外，华中华文改制国民型中学，每一年2000万，现在减到剩下430万。除了这之外，当时张业群做副教育部长，西门政府也每年特地拨出2000万利息，增建新的华小。跟国政相比，国政过去必须的政策就是不能增建新华小，必须关一间才能建一间。西门不需要这样的不合理、荒谬的教育政策。我们呢，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每一年拿2000万出来新建全新的华小，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哪里建，雪州有需要雪州建，柔福州有需要柔福建，霹雳州有需要霹雳州建，这样才是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各源流教育百花齐放。所以各位，华文教育在西门执政期间获得了破天荒公正平等的对待，对于各源流教育也一样的一视同仁，培育为国，培育人才，教育不分种族，教育不分宗教。这个就是西门清廉开明多元，有清廉有为多元开明的这一个施政理念。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马华整天在那边靠北靠步的这个所谓拉曼大学，今天马华现在执政了，拉曼拿到多少钱？最多也是拿到3000万。西门执政的时候，拉曼事实上不只是3000万，真正拿到的高达4550万，比马华执政还多58天。只是因为资讯传达不正确，让很多人误解，以为说西门没有照顾拉曼。其实真正马华现在执政也只给3000万，但是西门执政的时候，拉曼拿到的是4550万。我相信来届大选，如果西门重新执政，这个拉曼的拨款有望继续增加，甚至于翻倍都有可能。因为将来我们当时啊，可以说是成也老马，败也老马。但是我相信来届大选，应该老马不在这个舞台上，西门可以引来真正注重改革的首相人选。或到时候整个政策将会完全的跟老马时代脱胎换骨，完全不一样。当然除了优大华小这个独中以外呢，西门在反贪污方面也落实了许多的改革政策。像大家想想看，国政当时执政60年，有没有看过首相副首相要向国会呢公布财产？只有在2018，因为人民换了政府，我们上至首相、部长、议长、国州议员都必须向反贪污委员会呈报财产。只有西门时代人，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西门的改革，使到我国在国际贪污反贪指数排名方面节节上升。我们除了规定所有的国州议员必须呈报财产，国会也历史上第一次由反对党来出任公共账目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是行动党的怡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也就是因为有这项改革，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政府的 MySajatra， 你手机的 MySajatra 原来是狸猫换太子啊！什么叫偷龙转凤？原本讲好是免费的，现在要卖给政府，听说价钱还要卖3亿，而且里面还有3800万的个人资料。你每天 check in check out 去哪里，去每一个地方，政府都知道啊。这个资料如果落入私人公司的手里，大家可以想想看，后果不堪设想啊！到时候啊，不用请 FBI。不用请苏联的 KGB， 也不用请布吉阿曼的 SB Special Branch， 政府只要按一按电脑，都知道你老公去了哪里，你老婆去哪里，全部知道到完啊！但是还好有行动党出任
这个公共账目委员会的主席，当大家查到了，现在这政府要把它卖给私人公司啊，所以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国政国门政府胡作非为，让麦克加斯勒回归国家，个人资料绝对保密，不容任何人滥用，不能任何人用商业来谋取利益，大家说对不对？好不好？当然这一些都只是我刚才讲的60项的惠民政策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的反贪啊努力在短短22个月内，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在这一个国际反贪排名拿这个时代掉到63名，是国家独立以来最惨的。可是在西门时代，历史上第一次从63变成51名，51是国家独立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2018年的全球排名，马来西亚也是全世界192个国家里面进步最多，去排名飞升，坐火箭上升最快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大家手中的一票所带来的改变。除了反贪之外，我们对付维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方面也做出了许多的改革，而事实也证明，就是在西门的时代，马来西亚的国际新闻自由排名指数从国政时代的147名飞涨到101名，进步了46个排名，也是当时全世界进步最快的国家。可是人家说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因为喜来登身边国门国政政府走后门上台以后，马来西亚今天你可以看上个礼拜公布的排名，马来西亚的反贪污排名已经从西蒙的51名掉51、52、53、54、55、56一直掉到60，掉到61，今天掉到62名。短短两年他们执政，我们过去的改革化为乌有，新闻自由也一样，过去我们从147名进步到101名，当时全球进步最快，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可是今天你可以看我们的新闻自由又就从101名变成了137名。所以如果马来西亚要扭转乾坤，要力挽狂澜，唯有改变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的生路。所以让我们来这大选齐心协力踏出一条血路，好不好？当然各位，我刚才说的不也其实只是一部分，今天坐在我们面前的啊，就有我们前任交通部长陆兆福，也就是因为有陆兆福，我们今天八生谷所有的人民，你现在无论是坐轻快铁 LRT MRT 什么 BDD 啦，什么 bus， 因为陆兆福推出了卖100卖50，一个月给50块，巴士任你坐到饱，好像你去自由餐一样啊！啊，去食自由餐，俾50蚊，人类食都饱，因为有六条福，俾50蚊，巴士又好啊 ，MRT 又好 ，LRT 又好，人类坐都满啊，坐都饱，唔使多俾你。有因为有这样的政策，也造成了许多减轻了许多中小这个中低收入家庭的这个负担。所以各位，不只是如此，这个100卖50卖100，也因为换了政府，我们也必须向大家报告，政府到今天为止只是从 1NDB 偷走的钱，我们已经成功取回191亿，包括拍卖肥佬老德所，肥佬德所我们就分手，老德所那都游艇，包括拍卖游艇的钱，今天我们已经收回191亿的这一个人民血汗钱。大家想想看，如果2018没有换政府，今天还是那句肥婆裸西马，
继续在那边吃香喝辣，为所欲为，后果不堪想象。所以我相信中央政府换了，当时的改革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没有时间。如果能够有五年，我相信罗宾逊也好，陆兆福也好，罗宾逊当时最出名的只做了20个月，就是他的口号让马来西亚的网络 half the price double the speed， 价钱一般但是速度增一倍。他也的确在那20个月里面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这一些都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四毛月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这一区呼噜浪啊国会和什么月周一席，什么月周一席上次补选我们输了，我们没有放弃，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特别派了会讲华语的马来同胞啊，莉莉同志啊，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成为我们这里的协调员，希望大家能够在来届大选给他一个鼎力的支持，正式落实马来西亚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精神。这里虽然马来选民有67、68千，但是我们相信华人选票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全部投给希望联盟，什么月绝对可以胜出，绝对可以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刚才我说除了这个 1MDB， 我们看回雪兰莪州，我最喜欢听啊我们的雪州议长黄瑞麟报告雪州的执政成绩。我们其他州尤其是国政执政的地方都非常的羡慕，老豪锤啊，雪州政府执政这几年，第一我们看到因为三权分立，议长通过 Shellcat 监督有方，那没有一个雪州政府的行政议员和大臣涉及贪污，没有人敢吃钱，因为雪州议会会通过这个听证委员会调查到底。三权分立在雪州第一次做到，对于人民的福利方面，雪州也是第一个给免费水的州主，全国全州穷人已经拿了10多年的免费水。除了免费水，雪州还有第二样东西其他州做不到的，就是免费巴士。雪州每一年400万，全州跑透透，还有人啊要为了吹冷气坐免费巴士，故意坐 free bus 在巴士上面 work from home。 我们在霹雳州是 work from home， 雪州人民是 work from bus，因为有免费有网络，那这一个巴士给大家免费乘坐，免费水，免费巴士，还有每一年过年啊还有免费 shopping， 免费 shopping 的这一个惠民政策。除了这一些之外，还有免费看病，雪州的乐龄人士每个选区可以通过州员选出700个，每个人给500块钱免费看病，去私人诊所 clinic 1000多间 clinic， 你自己选，可以进去看病，不用给钱。其他的州做不到的，雪兰莪州都做到，免费水，免费巴士，免费看病，免费刷病，还有制度化拨款给神庙。今晚我们在神庙演讲，就必须要提，因为有换政府，所以雪州的神庙、教堂。每一年都获得600万的制度化拨款，10年就拿了6000万，20年就拿1亿2000万，这是国政60年都做不到的，只有换政府才有办法做到。对于独州华小也一样，雪州现在华小大米尔小学每年给1100万，10年就1亿1000万，大家想想啊，如果不是因为当时308我们换政府，怎么可能有这个制度化拨款给华小但米尔华小让母语教育百花齐放的公平政策。除此之外，雪州的4间独中现在也是全国最好命的，
雪糕巴生，无论是冰华也好啊，啊，中华也好，世间独钟，每间500千啊，一年200万，十年我们就给了2000万的拨款给雪州世间独钟。现在啊，为了公平对待华校，雪州州务大臣呢、啊，通过我们然后发起了。还有黄瑞麟的这个争取之下，已经通过将继续拨出2片免费的土地给雪狼的州新建新的独中，全国只有雪州做得到。现在今晚我就要趁这个盛大的场面，要求马华总会长为东加强，不要碰到大事就像今天雪州政府已经通过要批2处土地建新独中，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建新独中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建校准证，州政府只能给地，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批出的新建新独中的准证，新独中不能建。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求魏公嘉祥在内阁会议下个礼拜立刻要求内阁批准雪州迁就新独中，不然就好像雪龙华堂会长陈志成所说，做官不做事不如回家送分组。所以今天求在中央政府脚下，魏公嘉祥既然如今身为交通部长，身为内阁重臣，就必须用行动来展示雪州已经告诉他地已经有了，对不对？议长，地有了，对不对？现在就等那一张纸，那张纸如果他签不会签名，我们帮他签，他不会 print 我们帮他 print 啊，只要确保尽快把新建独中的准证发出来，不要左三年右三年一直在等。所以各位，大家今天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执政时间虽短，我希望大家找回308的热情，509的梦想。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祖国，要改变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但是只有坚定不移，只有坚持到底，我们才能看到希望，而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我们才开始坚持。行动党从1966年坚持到今天已经56年，56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风雨飘摇，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行动党的不离不弃。56年来，华社一直跟行动党并肩作战，风雨同路，对此我们是敏感无中，非深深感激，感激不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回心中的梦想，千万不要每一天只是等住闹钟唤醒你，就让我们心中的梦想唤醒自己，改变从雪州，改变从世贸业开始。我们希望世贸业的选民这一届的大选能够给西盟一次机会回来为大家服务，更关键的是让马来西亚走回正轨，避免国门国政政府的单元极端主义使到马来西亚越来越糟糕，世风之下每况愈下。所以我相信大家，始终我要借我们黄瑞麟议长的名言呢、啊，啊，我们做人有两种，一种是积极，一种是消极。在这边呼吁全场，包括在线上观看的1000个的这一个同胞兄弟姐妹们，那我们要记得，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灰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积极的人，远离消极的人，每天要有正能量，不要有负能量。
因为我们相信也是黄瑞麟的名言啊，跟蜜蜂你找到花朵，跟苍蝇你找到厕所，跟亿万你赚千万，跟千万你赚百万，跟火箭你找到希望。所以让我们一起心手相连啊，你是谁不重要，你跟谁在一起才重要。远离国门国政，回到西门，让我们继续西门领航，再破辉煌。所以各位，我们相信今晚还有四个重量级的嘉宾要演讲，小弟还要赶路回去怡保，所以呢，再一次的感谢在场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们，今天晚上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MCO 过后啊，真的是第一场如此盛大场面的这个晚宴，让我们找回了当年308的激情，找回了509的梦想，也让我们更有勇气继续陪伴大家一起走下去。